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营长。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我去泰国那个影片啊？就是我的 GoPro 10呢不小心进水，然后坏掉了。靠！这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嘛，然后我今天呢就想说啊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送自己一个端午节礼物。对，所以我就去买了 GoPro 12，就是端午节最好需要礼物嘛，那你过了端午节。因为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拍了，所以只好再去买一台十二，它刚好特价，这一台大概12000左右。好了，那我们言归正传，就是端午节了嘛，这种特殊节日呢，肯德基总是会搞一点事情。想说这礼拜要拍什么，就上网查了一下肯德基，然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又出了这个什么肉粽套餐啊。我是没有看看它实体照片啦，我只知道大概出这个东西。那我们有这种奇葩的东西，肯定也要帮忙吃的人吧？来吧，试吃员。两位，我是觉得他这一次的应该不会是很奇葩的料理的，干嘛？你刚才去新菜饭的、啊？对呀、啊。这是什么泡泡玛特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不是你们都知道那个啊，我都不知道那个哎、欸。啊，我们去泰国的时候不是有去那个 POP Mart？ 哼，啊，里面全部都是泡泡玛特。哦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有大只太空人的，我知道，就被换光光的那个。阿、啊這個啊、布兰的、哦。这是为什么很有名啊？这很可爱，你不觉得吗？可是这只，我觉得它那个鬼很像古曼童、这我叫它抽的，抽死。像鬼娃恰吉。Nope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它叫这个粽香脆鸡啊。该不会是把炸鸡做成像粽子的形状？我会想说它会不会肉粽里面包炸鸡、欸？还是叫鸡里面的肉改成粽子？好，不然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你这个泡泡玛特会不会太挡路了？还是你就想要放到这边？我喜欢这样子。好好好，陪你开箱。好，那我们就开起来吧。这是什么鬼？这是粽子吗？还是有粽子的炸鸡？这是御饭团啊！用心想名称，然后用脚做料理，这个就是炸鸡御饭团吧？我觉得肯德基是你的好朋友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每次不知道拍什么的时候，打开他们的就可以找到我能拍的。它内容物就是一个御饭团，然后一块炸鸡跟两个小鸡块，这样小鸡块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啥、啊？哦，这个蛋挞、啊，因为这样子199，以价格来说，你觉得贵吗？整套199。对啊，吃饱就不会贵啊，没吃饱就很贵。不会，肯德基性价比较还好。我觉得这样子算 OK， 这样子199而已。你要从何吃起啊？一人拿一个这个，来。这是什么？我吃不出来，我觉得有点像花枝姜的可丽饼，它有点微辣。嗯，不难吃哎，这个还行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还行。好，那我们来吃看看这个。先吃米饭，先吃米饭。嗯，我先整个拿起来看看，它都黏着。哦，你自己吃好了。散掉了啦，好像糯米饭哦，它往上面涂一点酱。是香的，这很香哎，其实还不错哎，还蛮香的哎。如果你一个人吃的话，吃得饱，你就配饭，然后炸鸡啊，然后这个鸡块这样子吃，我觉得这样还不错。它里面其实只有香料跟酱，然后还有饭而已。刚刚好像有那个啦，那个香菇，好像就两小片而已。你有吃到香菇吗？没有。我要吃饭。有啦，你看有香菇，一小块，小小的。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鸡块来，鸡块，我先吃皮。来，你们吃。我爱吃皮。好，有不一样吗？比较喜欢这个。哎。哦，给你啊！你要讲一下什么味道？这个吃起来跟他们的青花椒有点像，还有那个、好像做烤鸡的那个味道。所以它灵魂在这个酱汁吗？你吃，有我刚刚吃被你抢走了，你好意思讲？它也是咸甜的，跟这个饭、其实蛮搭的。好喝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这个肯德基呢是199，我个人觉得 CP 值还不错，而且我给9分，我觉得8分，我觉得可以买，这个真的可以买哦。然后我们下一个呢就是。我查到顶呱呱也有卖跟端午节相关的东西，呱呱包99块，它总共有2颗，这应该就是纸包鸡了，鸡包饭，对，鸡包饭，这看起来不得了哎，你知道为什么会期待顶呱呱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都没吃过，然后人家说顶呱呱的呱呱包很好吃，所以就是这个呱呱包，啊是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呱呱包到底是什么，这个吃要小心，它有牙签，然后我先把牙签抽出来，真的。鸡包饭哦，这个就真的比较有那种应景的感觉。它就算是鸡包饭吗？应该是鸡皮啊，对啊，它就鸡皮包饭，可是里面是没有鸡肉的。跟这个吃起来，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它有鸡肉，这个没有鸡肉，你要试试看看。嗯，是哦，没有鸡肉哦，可是味道还不错哎，不蛮好吃的，还不错是哎。还有我不喜欢这种，这个你不喜欢。所以这个你给几分？4分。4分，怎么低？
它的味道给人家比较无聊一点，就是第一口进去就全部的味道都出来了。49块，我觉得有点空虚啊，里面至少塞一条块肉或者是一个香肠，都吃起来比较惊艳的感觉。啊，有啦，刚讲完，还有一小块肉，这是不小心放进去的吗？还是粘在鸡皮上面的？那这一次这个端午节的食物，我觉得算是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那我们就留言说端午节快乐，我们就送这两只，我就抽奖刷。真的没有送。好啦，开玩笑的。好，那就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吧，谢谢各位，祝大家这个端午节快乐。其实你是怕屈原太无聊，对不对？就捐一台 GoPro 给他，让他去录录看下面长怎样，对不对？听说给屈原拍过的，给屈原给他拍啊，大家都丢肉粽，那都腻了，给他一个新一点的东西啊。好，我丢 GoPro， 成本有点贵耶，丢一次要10000块。好啦，希望这台 GoPro 十二可以再陪伴我，也辛苦之前那台 GoPro 十。Little time, 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. And when I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suddenly we just forget.